看你吃，看你喝。干手机。我饿了。舒服。因为大家伙很久都没看见你了，你都很久不录视频了。录吗？嗯，采访采访你。你干啥去？去三亚。上三亚干啥去？赶雪。生二胎。不是。看什么？你说啥刚才？去三亚赶雪。谁说三亚有雪？爷爷。我有说等给妈妈看着。三亚的雪跟长春雪一样，回去吧。你说三亚雪有少人晒的，一样的跟长春的雪，回去吧，跟你俄罗斯雪一样。干哪？回去走。说啥心肠？正如我媳妇说的那样，她五年的夙愿，现在终于要实现了。要去三亚了，他们俄罗斯人最喜欢的地方。一会儿三亚见。拜拜。喂。啥玩意儿？